一次性的概念，主要是。你这个两边还用给你抠太深吗？我就是让它长枝的时候别疼，想它往里边抠一点。再往里抠一抠，是吧？就半长不长的时候，总不太疼。嗯。长长了也不疼。确实是有点，往里长呀。老皮给你清出来哈。你这个脚啊，脚汗出的挺厉害。不疼是？厉害一点，捂脚是不是穿鞋？嗯。上面穿皮鞋更不行。哎呦，你这个指甲盖挺大的哈，很多人的这个小指啊都是比较小的，你知道？挤的，挤的就过来，小手指直接长了，他妈的有点那还可以。嗯，可以。在以后，一定别自己动。嗯。指甲，带着老。